灯光非常高啊。一周，明天就是周岁宴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就买了很多的这种橘子、花生糖什么的，还有最关键的是我老爸也回来了。这一次看到外公没有哭咯，是不是？熟了，现在熟了啊！一睡觉起来就看到外公了啊！这个要怎么包啊？这个这是加糖进去啊，这是加糖啊，加糖就可以了。糖，糖加瓜子，嗯，花生是吧？嗯。开始我们原本不想给一周半周岁的，我想一下怎么说呢，就是像我爸妈呀还有爷爷奶奶呀，对吧，都挺关心一周的，然后就说要不就小办几桌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装一些糖瓜子花生什么的，装完了以后我们就放到车上去，明天一早我还得找人去给一周打气球呢，因为我给他布置了一个那种Kitty 板加上气球给他抓周用的。一周还没睡醒吗？嗯，醒了，醒了。我们是在帮谁做事啊？我们要吃糖啊。哎，那小肚肚都露出来了。不知道大家的习俗都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我们这边就是我们包一个红包过来的话，都会在里面包一个小红包回礼。我上次去邵阳的时候，他们包的回礼是100块钱，我第一次遇到，就从来没见过包那么多的。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包个一点点，然后一个彩头嘛，好彩头。肥个毛巾。哦，肥个毛巾，肥包煲汤。哦。或者一包饼干。以前都没懂的嘞。我们以前还当便当客乞酒嘞，一条鱼，然后还有一箩糯米。南宫下面米。没得啊。我们都有的，我们自己屋里面腌个3-4年的那种草鱼啊，然后钓两条鱼，钓一锅糯米。现在是没搞了。现在都没搞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祈求的时候，就是天还没亮就起来蒸糯米了。哎。这都没起来了没有？就只有这些东西啊？你还有什么东西准备吗？我。烟酒你负责。饮料。饮料。嗯。过来是吧？来，我还准备了这个，你看。但是我的气球还没到货，等下就到了。一岁一礼，一岁欢喜，周岁礼，快来快来试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体验一下。球球，你，还有一个抓周证哦，来给你颁发一个证书。啊，不喜欢。太喜欢那个球。我们要那个东西。放大镜，要不要放大镜？这里，哎呦，哦哇，明天就已经看中的了，现在已经开始培养，开始。你当这个要不要？你当宇航员好不好？你当宇航员以后啊。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哦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这里。在哪里？拿出来，拿出来，拿，抓，哟。你要把它忘了不？然后我们按了啊，拿出来，拿出来，哦，哎呀，起来，哇，好棒！什么东西啊？啊？再看看嘛。真是。怎么样？成一周小朋友的周岁宴。明天就把这个挂在那个收礼的地方。还有一点，我跟你说，刚刚你哥不是过来看了吗？他问我这个在哪买了多少钱，我说我这个146买的，他说我那里只要5块钱，弄得我的心刮凉刮凉的，我还能省140。你看这个的话，明天要把这个弄上来。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应该今天晚上去打气球，还是明天早上去打气球？如果明天早上去打气球的话，可能就会来不及了。那个气球很大一串的，很大一串的那个。你周岁宴的时候，我不知道。陈一舟洗完澡了吗？啊！等什么？叫什么？明天我们周岁喽！哎呦，不能漏这个，不能漏，藏起来，藏起来，你可以露个大腿来，露个大腿，不能漏，这个不能漏，不能漏。